Hello，大家好，我是 Carol 的派。刚刚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玩我们的 Outlast。然后现在是在非常紧张的时刻，各位，现在是在非常紧张的时刻。OK，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呦 ，OK，OK，OK， 保持冷静 ，Lucky，Lucky， 保持冷静。我们需要保持冷静。快点推！OK， 我们照样照之前我们走的路线去跑。快点，快点，快点！你在找什么？快点推！哦，开门了！快点，快点！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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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讲笑啊，真的不是讲笑。关门关门啊，板擦关门啊，板擦。哦，不关了不关了，我懂怎样走，我懂怎样走。哦，有人打我，有人打我，快点跳，人人叫。我看我们不需要关门，我们完全不需要关门，不需要理关门这件事。我们只需要快点逃生罢了。OK， 快点快点快点，不需要关门，因为我的电脑真的有问题，关不到门的。顶！哦哦哦哦哦！快点！OK， 冷静。哦哦，我撞墙壁，我撞墙壁，这里快点跳，快点跳，快点跳。我为什么跳不上去呢？嗨，给我跳！我终于跳上去了。哦，喂。哦，锁上了！我一跳上来就被锁上了，我一跳上去就被锁上了。OK， 很好，很好，很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里了。他们好像是会从这里出来。哦，真的是从那里出来！快一点，快一点 ！No！ 哦，我撞墙壁，我撞墙壁，丢你老母！哪里？我现在要去哪里？我到底是要去哪里呢？我到底是要去哪里？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懂要怎样跑出去，根本看不到有入口、出路、出路。什么？我根本都不懂他们在说什么鬼。Yes， 喂，我被打了，我被打了一拳。OK， 不用紧，我们等，我们没有事，先等我们没有事情先。我顶，我刚刚被打了一拳。OK， 没有事了，没有事了。哦，那边应该是有路的，这里有路吗？我顶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哦嗨，哦，他们会跑过来。他们跑过来，他们跑过来，丢丢丢丢丢！有 battery 吗？有 battery 吗？有 battery 吗 ？What the fuck is this？ 跳过去！我最好是跳得过去，最好是跳得过去咯，吼！最好跳得过去，这样远。不用紧，我们再试多一次，反正我已经懂怎么走了。反正我已经懂怎么走了，我们再试了一次。
哦哦，还没有推够，还没有推够。Hello， 你在做什么呢？哦，我还没有好，不要进来，我还没有好。No， 心残了，我还没有好，你不会停吗？你们一个两个我都不懂，我去了哪里？我真的不知道我去了哪里。蹲下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里就是那个路口，病房区。嗨，心残，心残，心残。哇，两个人、三个人击败哦！好，我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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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这里啊！我的天哪！快点，快点！哦，你在做什么？ Watch me, watch me, watch me! 关门，关门，我觉得要关门了。哦，这里可以推，这里可以推，这里可以推过去，塞着他们，不能让他们进来。哦，这样我知道了，这样他们就进不来了。我把这个顶着了。OK， 现在目前安全，目前安全。不过我们现在是要推这个。安全个屁呀！他们在后面，他们在后面。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不用关门，不用关门了，跳。Yes， 我懂怎么走，我懂怎么走，我们再跳多一次。哎，哎，我到底在干嘛？我都不懂我在干嘛。哇，这个奥拉索真的是，我真的要发癫了，突然间要发癫了哦。我们要关门，关这个门就够了。OK， 这里可以推。他们就进不来了，他们进不来了。啦啦啦！哦，我们来冷静一下，探险一下这个地方。我冷静不下来。冲！跳上去，跳上去，很好。这里，这里，这里。行，跳，喂，怎么？喂，这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我又被杀掉了，丢了。没有，我刚刚不是明明已经，哇！原来他们跑真的跑得很快，他们真的跑得很快，根本就是赛跑百米高手。哦哦哦哦哦！不用关了，不用关了，我懂了。还关什么门啊？什么年代了？上去，对了，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不要停，停下来就惨了。哦哦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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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了，直直冲，直直冲，应该可以跳过去了，我觉得。跳！最好是跳得过去咯，最好是跳得过。等你溜没？最好是跳得过，最好跳得过去，我觉得。What? What the fuck? 哈哈哈哈哈！我跳过去了，各位，我跳过去了，你知道吗？哦，我知道了，刚刚我们从那里跳过来嘛，所以可能他突然间这么鬼，不懂这么鬼，帮我 saving 了。我的天哪，帮我 saving 真的是好人。哇、哦，那个音乐已经没有了。What the fuck？ 锁着。喂、哦，在那边，不能。我懂。跳回去，跳回去，跳回去，跳回去。好像不不是我真的不懂怎么做。现在要干嘛到底？不是，我们直接冲，转右。开门。丢你，我就知道开不到。哦，这里。跳，可以爬。哇，这里是什么鬼？有电池吗？我没有时间找。哦，他们在这里，丢你溜妹咯，江岸呢？哦，这里，关门。这什么领棍来了？啊？哦 ，saving。Hi， 哎 ，Hello。我才刚刚被三四个人追杀，应该不止三四个，五六个人追杀。哇，你要干嘛？A little cardio wouldn't kill you. Okay, here we go. Arms and legs inside the car at all times. 你要干嘛？哦，他把我锁在这个轮椅上面了。我不能反抗啊！我白痴啊！我不会反抗。刚刚我们被这么多个人追杀，我都可以反抗得到。Hello， 喂，哦，我可以动，我可以转头摇头，但是不能拿我的相机。哇！ You know, I love the mountain air.Here at night. You want to head out and take a stroll? Go ahead, I'll wait here. Go on, run free. I'm in no hurry. 等等 No, all right. 我想知道他在说什么。哎，我们看看。我记得我应该是有开没有这个 Outlast 没有 subtitle 的吗？没有字幕。我根本都不懂他在说什么哎，没有字幕哎。Graphics shadows， 不可能在 graphic， 也不可能在 control， 应该在 general。Difficulty， 哎，没有字幕哦，这里 ，show subtitle。Those are the grindstone. I like that. Okay then, right this way. 我玩了 Outlast 玩了这么久，现在才开 subtitle， 原来，我原来在现在才开 subtitle。哇哦！我们现在是在电梯里面，然后他全身都是电线啊！我的妈！喂，我真的，我们的主角突然间怎么回事 ？Kill me, kill me！You're putting that tongue to any use anyway. Truth be told, I was just tired of licking my own stairs. 哎，我们的主角怎么回事？完全不能反抗，他是神经病了是吗？喂，至少也走了，按可以按什么嘛？我什么都不能按了现在。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by. We'll begin. 我们的主角完全好像被，完全好像是被打麻醉剂了是吗？Oh, movies.
里面有很多 A 片的，你知道吗？我的相机里面很多 A 片，才怪！哇，哇，林呢？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快点走，快点走！对对对。You know, I'm a bit worried how much time you've been spending with Father Martin. I know. I hope you haven't been letting him confuse you with all his holier than thou Bible thumping.我们的任务还是 reach the ground floor of the mill world。 我的手已经被绑着了，我还可以读笔记。我的手被绑着了，我还可以读 documents。 好吧，我们来读 documents。 白痴。 No offense to the man, but I sometimes worry he might just be crazy。 喂，你要干嘛？你很容易睡，你知道吗？比我还容易睡啊！顶。哇，这里是厕所哎，各位，这里是厕所。You have to rob Paul to pay Peter. There's no other way. Murder. 我看不到我的。What happens when all money? 哦，他是要剪我手指。All money becomes a matter of faith. 他是要剪我手指。That's what I'm here for. 是吗？哦，真的，丢你老妹啊！Don't pass out on me. There's a lot for you to absorb. Better, right? Here's how we cheat you. We made the consumer decide. 好了啊，你傻条。哇，连呢？哦，摇，摇滑鼠。刚才他叫我摇滑鼠。哇，我们的主角是在吐还是在小便？还是在……哦，他在吐了，肯定是在吐啊，没有那么白痴。其实我们的主角真的是很白痴啊，现在突然间就可以挣脱得掉，为什么要在手指被剪掉之后才挣脱？真的是。不过我现在想看看我的手指，我现在要看看我的手指。喂，丢，各位，我不小心按到铝箔 battery， 我不小心按到铝箔 battery 了，丢。我可以看一下我手指吗？我要看一下我手指。那等是在这之前呢，因为我刚刚不小心按到 reload battery 的话，所以我们再进多一次吧。OK， 我刚刚不小心按到 reload battery， 没有办法。因为我真的现在的 battery 真的是很重要，重要过我的手指，你知道吗？battery 比我的手指还要重要，所以各位真的太抱歉了，真的太抱歉了，再等一会，等一下了，真的是太抱歉了。OK， 有声音了，有声音了，丢了，好痛啊。OK， 我们的箱子已经拿回来了。这里 ，OK， 只有一扇门。哦，对了，我懂怎么看我的手指了。对了，哎，我要看我的手指。Oh my gosh， 他剪了我的无名指。谁在讲话？我想问，谁在说话？你啊，你在说话吗？是。哦，是你，是你。Nobody invite you
He's coming now. 谁？不要吓我了，丢！哦哦，他会。现在你是什么情况啊？哦，他在找我了，丢我，躲起来，霸气。他来找我。嗨，你看不到我吗？你看不到我吗？我在这里。白痴啊！他剪了我手指还要来找我，那他可以快点离开吗？等等，为什么还是一个 battery？ 为什么还是一个 battery 呢？我刚刚不是已经重新 restart 过了，怎么还是一个 battery？ 顶了，死了，这是死了。哇！我现在要实现的，什么鬼声音？我有笔记。没关系啦。